我你要搞事儿？我工作电话，我得接一下这个。喂，发现新的线索了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普水手吗？啊，对，鼓浪屿普水手，请问您是？我是鼓浪屿号游轮的船长，我一时耽搁了，特意嘱咐你们等我回来再开船。可你们怎么就快开了已经一个月了，都不告诉我？您是船长，但是船长，但是我们船上现在有一位何船长，这一个月都是他来负责整艘游轮的。 我这里有鼓浪屿号的船长聘书，待会儿发给你。行，我先去确认一下。所以他刚才说他是这个船的船长。对啊，我是这个船的船长啊。你有证书吗？有啊。鼓浪屿号。我拿给你们看啊。好好好，你别跳楼。 就是我杀了欧小编又怎么样？你们困不住我。何老师，你看，我刚刚去我房间拿来了我的证书。哦，聘书。不是，他可能是不是这个船，就是他的名字叫船长，所以。 不是，我儿子就是接到了这个聘书，所以当上了。你看，真的，我有物证人证。我真的是有聘书的，他的这聘书有发过来吗？他没发过来，这样吧。 我那个回去等他发过来，我确认一下这个事情，明天有任何消息通知大家。我就是真的船长，在这里所有的真的下场都不太好。什么真会谈呢？那我这么说，我不是假的船长。OK。 他刚刚说的是，本来说好了他要来开这个船，发现我们已经开走一个月了，是吗？对，而且没有通知他。他没有出航，对吧？ 他去休假回来要开这个船的时候，发现我们已经开走一个月了。我觉得必有蹊跷。好吧，既然事情这么复杂，我就来感谢一下我们的赞助商伙伴。这个逻辑真的太严密了。来，案情高能到手抖，稳定拍摄靠 Reno， 感谢拍视频超防抖的 OPPO Reno 2对 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谢谢。 抖音越玩越嗨，办案脑洞大开，感谢记录美好生活的抖音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扭一扭，点一点，泡一泡，神探奥利奥真有一套，感谢好吃好玩在一起的奥利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下面不是我结巴，是真的要说三次，有百事吗？有百事吗？有百事吗？感谢美食绝配，探案必备的百事可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 发现真相，发现更赞的自己。感谢科技成就生活之美的博士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因为我们本来定了12点呢，在船长酒廊有一个庆祝活动。因为毕竟今天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海上钢琴师选拔的日子。虽然今天出了一些事情，就算没心情喝酒庆祝美食，还是不应该辜负厨师的辛苦劳动，还是应该尊重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是晚上9点钟，我们各自回房间休息一下，然后呢也理理思绪，他们兄弟多少年没见，也叙叙旧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我们12点的时候在船长酒廊再集合，好吗？好的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来，我们这边走。 整个案子现在只是表层的东西被我们揭开了，太多太多的疑点，包括为什么我扔的信鹰都飞不出去。我是不是真的回到了我最初离开的那艘船上？那合影为什么我没有在上面？然后他们是带什么时候拍的？包括在对讲里面，张二富听到了自己的声音，那么那个人到底是谁？ 一直问你多大的这个神秘的黑衣人到底是谁？那个照片墙，为什么要选择一个你的拍照工具，10月10号12点去12楼的甲板留影？另外，为什么《Father and Son》这首歌不是在一组父子的关系当中出现？那么这些几组父子关系到底有没有交织的地方？究竟这首曲子是怎么流传到不同的人手中？我们这几个钢琴师之间相互是什么关系？ 灯光闪烁的信号，到底代表什么？连船长的身份现在都开始产生怀疑。
这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另有操盘者的这样一个局？